有这球挥棒落空，哇，打击的许国荣连挥了三个空棒，被傅玉刚呢给 K 掉。不晓得傅玉刚后来这个眼镜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？我方向比较接近，就是说是不是什么节庆？那这样当然就已经是很自律的一个表现。对，有打击的蓝少白，哇，这时候傅玉刚连续解决了四个打者，这是第二 K。外角稍微高一点，那个球然后对打有了心理作用了。哎呦，好球！结果打者呢被三振。所以傅玉刚现在真的也很威啊，他的三振跟四死球的比例是13-0。哇，这一段时间哦，傅玉刚在那表演，怎样拿同一球的这样暴力啊？对啊，真的好厉害。对哦，对投手教练来讲哦，这目前放在那个中继的这个角色哦，就啊，手肘下过去啊，嗯，哎呀，杨教练，请跟我讲一下，你为什么叫这么大？这个坏球吧？坏球啊，真的是打坏球，不然他的记录哦，保送就出现了。昨天我在看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体会，没有追打坏球这回事，那就是好球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打的就是好球。没有追打坏球这件事，记录在前。面对傅玉刚，哎呦，被他三振，正准备讲说想要上垒的恐怕得靠安打，要选的话恐怕没有太多的机会。对，完全没有三振。两个快速球之后啦，张凯是跟不上去，来这个变化球。